诸位信众，大家平安。民圣经中提出着敬者上也，所言无非人心日用相行道理，可以相传万古。意思是讲，信心先佛所流传的经典，蕴含着日常生活中必须谨守的伦理道德，是咱立身处世永远不变的真理。行天宫精选立信宝经学册中的经文，甲大家分享，期盼世人拢会当落实生命开始的宝贵法务，奉行不跌，圆满五轮，一同建立更加祥和美好的社会。今仔日要向大家分享的经文，出自《太上感应篇》。这句经文是：以悯人之凶，乐人之善，济人之急，救人之危。这句经文的意思是：记着他人为非作歹，误入歧途时，咱应当怜悯对方，因无知无明而陷入罪恶之中，会当以耐心劝导感化，期盼对方早日觉醒，改过向善。见到他人行善积德时，咱应当欢喜对方，会当将正确的知见实践为正确的行为，并真诚来表达肯定甲鼓励。见到他人遭遇急难，而有迫切需用时，咱应当及时布施，予因帮助，地上温暖的慰问关怀，协助对方安度难关。见到他人心寒天灾人祸等意外，而有性命危害时，咱应当极力救援，衷心祝福对方会当尽快脱离险境，转危为安。以怜悯的心念、欢喜的鼓励、及时的布施关怀、救援的行动，拢是人的体现。人是爱护、慈悲、怜悯、不忍人受苦的切问之心，也是上天赋予人的良知良能。咱要展现一颗珍贵的人心，就必须爱气度、私心贪欲、效法天地负载万物的无私之心，秉持如天的纯净、如地的中和的良心德性，善待他人，爱护动植物等芸芸众生。净空师父开示：人的心靠近神的心，就是爱有自信，这是提醒世人礼敬神明，不单只是求个人的平安，上重要是学习神明拔苦乐乐的慈悲之心，以众生之乐为乐，以众生之苦为苦，才能体悟神心的无限宏深，消解个人对外物的贪婪吝惜，去除内心的傲慢偏见，建立平等善待众生的正见。期盼大家拢会当发扬善性，提升道德，保持心灵精神美善，让咱的人生社会会当更加和谐平安。